艾丽还好，福文还好，叶娜还好，菲利还好，还有困难的考题，以我这个多年看出来的经验。然后你先，不是啊，啊蛋太痛了，就知道怎么打好。哦，东北排位，排位，你只要在看那里的。哦，刚镜头，那镜头刚跟着我一起这样，哎，来，现在这边。那甲虫不会是？会不会是我们的？不会是我们的翔哥吧？甲虫应该是那个 R O S， 对 R O A S， 倒过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万T，我是玉笑，你知道是谁？好 ，OK 哈。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排位鉴定团啊！来拍手，来，对，过完年带来 S4 的第一集哦。今年鉴定团如果有投稿的朋友，应该有注意到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主题的幕面哦，所以每一集都会不一样。对，那我们第二个月主题是什么？好，来，九点好啊，凯撒路 ，OK， 九点面的凯撒路 ，OK， 话不多说，开始，2006-12-17。好顺顺哦，对吗？顺顺，哦哟，哎呦，顺顺，哦哟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多此一举了？就二技，然后直接一技就好。你要会几个？对几个？一力耶，所有一力啊！对，而且还是玩这个角色。好，一三，哎呦。有点菜啊！哦，好稳哦哟！哦，我有偶尔预判了、啊。为什么他那么痛、啊？哦，叉三指操作哦。哦，看来这个太受伤了。嗯，一般般。嗯，我们现在是比较严格一点。这是比较集中，空大了。毕竟第一集这个不能太快下一个评论，要认真。这也是同一个路线。是现在等级是说精湛没有到精湛，对，但是也不知道搓了。说台北转一转那个精湛，哇，你很会接。就是不是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今天的评论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就是凯撒路，我不能觉得说他一定是非常好。要看过其他的选手才能给他这个评价。选手，那他刚这样综合这么多支，有没有哪一支的表现你们觉得像跟其他相比好一点？表现，我想想，艾莉还好，福尔还好，叶娜还好，菲利还好，还有都还行啦，好不好？都普通，比较好的，我想想，猜牌位不错的，是 S 牌，好吧？最不错的应该都机场了。哦，好像还没猜牌位是不是？你还在讲艾里？哦，艾是艾。依我这个刚刚分析的，他大脑转过那个应该七百种方式。艾里，排位大概是 S 牌。S 牌。金河呢？也 S 牌。那怎么猜猜他的星数？他怎么猜？知道。所以这个星数有点不好猜哦。好。他给我下一个困难的考题。以我这个多年看出来的经验，好，那算得到幸福。然后你先猜星数哦。对。这因为我不知道他是 Z 还是。我刚好撞到伊利，我想。哦。好啊，有点难猜，你知道吗？25颗啊，因为这个有点太，你快猜就不下一期。好吧。来，25颗。哦。哦，你刚碰一吗？哎，麻烦你了，来，我准备。那我26颗。哦，还有他12月17号生日朋友，他的排位是 S 没有错，那他给的星星是。30到35颗，就跟你说，我赢了。来下一个 ，Wolf， 来狼哦，狼在哪里？哦，狼在那边，狼在旁边，凤梨哎，凤梨，好，50颗，狼躲在草丛里面，这我记得我遇过，我遇过他，所以真的，我遇过他，你是遇过凤梨还是遇过？没有，我遇过这个，他刚刚这样还绕道嘞，哎呦，玩得不错哦。这辅助警方睡着了。我有精准狙杀。哦，金门小白虎。金门杨明。哦，你兄弟。对，你兄弟。我有，其实还行呢。这对面简单。其实还 OK， 我们可以去直播城那看吗？其实我觉得他玩得不错。我再聊。我有。
我们还是三个吧。哦呦，哦呦，对，哦，你给这小猫操作可以行吗？直接批评别人，我不多说。来，水菜，哈哈，我直接猜。啊，吉伦先，话不多说，你先猜。对称，没有玩，没事，没事哦。好，没事，因为你知道细节什么，那基本上不是小号。哦，细节。那我璀璨哦，璀璨，璀璨跟 S 是不是？嗯、OK， 我的卧虎，它的排位是璀璨。没关系，但我觉得我不会，因为确认过那头脑其实比较好。我一开始我叫璀璨，但是我后面想一下，下一个谁？感觉蛋痛哦。感觉蛋痛，来第一排。哦，洛伦的蛋痛哦。洛伦的话，情况应该比较有优秀吧？哎、欸，对面输我一个，好，对啊，对面输，我感觉那么慢，看你又不会玩洛伦，你输那么慢，我也蛮伤心。好的啦，知道啦，这他是睡着了。真的 K K 哦，有点，不是甲虫是乱跳。他找到手感，他找到手感了，突然就滑起来了。他找到手感了，哎、欸，31-10，我觉得他操作。比喻笑话？哪个？我只能这样讲。比喻笑话？我觉得应该先要。不是啊，啊蛋太痛了，要知道怎么打好。来下一个，来，有没有张凯问？哎，来 A 四哦。我也猜 A 四，你准备被我们敲啦？景伦，你觉得他洛伦怎么样？不错。有没有别的词汇？很好哦。我就知道哈。第二个不错，是慢慢在动脑。洛伦的排位是，恭喜他是 A 一。哈。但是我比较近，不可能哎、欸。这个是偶是龙线，龙线，偶是龙线，拍抖音的，真的、哦。你找到那么多东西，顽皮豹，顽皮豹，他顽皮豹，太有了他。哈哈，投稿过了，这野他是舔毛啊。他说他在草里看着，我还我转场哦，我好音乐啊，哇，干得够。咬起来的，蛮动感的。哦，亲起来了，亲起来。一闪，一闪哦，一瞬，你要注意什么？哦，一样。哦哟，我操，又闪了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怎么说人？哦哟，其实蛮厉害的，没错，蛮厉害。为了拍抖音，为了拍抖音，蛮厉害。真的是很。哦，是。我要反大陆。我是龙，我也滑过，哈哈，我也滑到，我滑到这个飞机，滑到我是龙线的，好，那我们再一个。我是龙线的小线其实蛮动的，动吗？你觉得有你的动吗？蛮动感的这个音乐，音乐给予好评，画质也不错，好，啊不错，现在 OK， 好 S 牌100分，对，一定是 S， 给他一个90分的分数，毕竟会拍抖音的一定要都是你们呢，嗯 S， 下一个词汇。答得很好 ，OK， 可以三个哦，对，排位，排位，你只要在看那里的，好，刚镜头，这镜头要跟主持人讲，哎，来，现在这边，他是给投稿的时间当下，他的排位是 S30颗，对，哦，他附注有问说，请问这样的画质行不行？哦，非常行，其实不错的，行，看得清楚你的哦，是龙穴，这个是，下一个是谁？陈呐，陈，我陈哥也是国奥人，滑的又顺哦，哦哟，哎呦，瞬移，不可能这样子还杀得了人，还杀得了，还行啊，是，利安，啊是利安，哎，我刚以为利安是 A K S O C， 啊，没事，我刚以为那个利安的 I D 啊，哦他天哪大哎，是我们的一个朋友 ，A K S 开头 ，A K S O T。哦呦呦，哦呦，这比刚刚的佛门，他都呛到，有不错，哎小，哎那甲虫不会是，会不会是我们的，不会是我们的翔哥吧？甲虫应该是那个 R O S， 对 R O A S， 上来，有点滑，哦有点厉害，哦，破，哦丢。丢塔踢，那个是，哦呦，跟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他飞太慢。他如果装备不要太重的话，应该装进哦，厉害，好厉害耶，一打三哦，哦，炸你，哦呦，哦哦呦，哦呦，死哥，哦呦，死哥，哦呦，一打四哦，哎
哦，马洛斯也要，哦，马洛斯也有，哦，有点凶哦。哦，三高技还要逆转，哦，跳哦，来顺劈顺，跳力送一三，哦哟，有点帅哦。哦，他刚刚死神领导，厉害，跳力打得不错哦，逆转的，还有哎，这么多。哦哟，这剪黄钱鬼就去死哦！哦哟，哦哟，啥子鬼？哦哟，是迷黄钱。打得不错啊，这个其实打得不错，嗯，玩得不错。我觉得，我这样看起来，我觉得他佛罗伦是这个影片玩最好的。刚刚你觉得先讨论的部分是哪一个？18怎么跳？我觉得非常好。那你觉得这一个词？然后再一个词汇 ，nice。那你呢？滑得不错。我滑得不错，哦，有有了。其实觉得是有的。那你再多一点词汇，换你多词汇。我的话，我就觉得他伤害蛮痛，是吧？好 ，S 牌，好 ，S 牌，来公布来，来这位大哥的牌位是恭喜安十三，哎，恭喜你上选三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又结束了，我觉得我今天的不错，今天的词汇比较不一样。那他这次有没有觉得谁打得比较漂亮一点？我自己是觉得是，我自己觉得是那个小青龙炫，哎，是哪一个？哦，对对对，龙炫，我是投 CHE 的 ，CHE 是佛罗伦，说那叫龙贤，哦，龙贤，人家叫龙贤，你干嘛啦？哦，是龙贤，那你呢？看懂，毕竟我们觉得是看 ID 在这里。好，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。那如果你觉得你比肩的那个观众很优秀，要投稿，嗯，然后要那个关注那个 YT 跟那个 IG， 嗯，对，因为我们这次投稿就不是一直开着，哦，会关的，哦，会关的哦，所以大家想要投稿就要注意，你在那个时间内哦，是，多一分钟起，那喜欢影片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小铃铛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会痛请坚持，就为了会痛。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么丑的镜，再也用得下去，我真的倒了。现在是我谁？一出来，然后底下有人留言，我就想说他是神仙，因为我们很像哑巴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那边跳来跳去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去看。